妈，你过来一下。你在这干什么？你写作业不去你那学习桌上写。兰兰。嗯。我这笔是个又从刚开始的笔了。我想踹你。陈宇，上学为什么带这么多的笔呀、啊？哇，陈宇带了他这个，这个是什么笔了？那个什么？斯比勒。啊，斯比勒。这个也是斯比勒的笔。哇，带的是一个系列的啊？对呀、啊。哇塞，这还有这个。你怎么不用你的新书包呀、啊？不是新笔袋。新书包搁那儿呢。新笔袋。骑坏上了。啊，看看成语的笔，又弄一墨迹。看，这就是我的新笔袋啦。这个呀、啊、是一个米妮的头像，中间是流沙哦，特别好看。就是成语不舍得用。来吧，咱们先从这个小袋子里面开始放笔吧。首先呢，我要放的就是这些四根荧光笔，这些荧光笔用的时候都特好用，来放进去吧。有些笔没用的不能再拿学校了啊！啊，好的，不能拿那么多笔，够用就行。嗯，咱们继续再放一根钢笔，还有这个是自动铅，这两个颜色呀都特别的好看，而且都是同样的颜色，放进去吧。对，归纳好。那我就少带一些笔吧。我平时带的红笔啊都有三根，我这次只带一根吧。哦，你就放三根你就。然后这个笔也挺好用的，放进去。啊，对，把你经常用的好用的带上。这一根呀，这一根呀都很好用。嗯，是都好，很好看吧？也很好用。哦，这根也是也很好用。你们都好幸福啊！这个就是一个蓝笔。哦，放进去。我觉得带这些笔已经够了。对，够了呀！我以为你都准备放进去呢。呀，你想啥呢？你不让我少挑点吗？对呀，不能带太多。嗯。够用就行，再带个这个平常一点。哦，以后又塞满了。哎，没塞满呢，还有这么大空间呢。哦，不过你这个笔袋这个空间确实挺大的。对，比刚就是比我以前那个笔袋容量大好多了。嗯，这次舍得用了，我也好喜欢，羡慕了，慕了，慕了。其实把这些放进去也够吧。不放，有些东西没必要放，就不能放。以后笔呢，不能一直给你买了。哎妈，你看它这里边也可以放。放什么？放东西。放什么东西啊？嗯，放一些橡皮什么之类都可以放到这里。你还用橡皮？对，那你刚才那个自动铅是用橡皮的。对，去拿过来。哎呀，来把这块橡皮给它放进去。嗯，是不是多余呀？挺好的呀。我觉得容易掉，别往那儿放了。这后面也可以放。哦，后面还有个课程表呢。对，自己写上你的课程。不用，我书包上有。嗯，行。咱们下个视频见吧，拜拜。跟你那个书包颜色还挺搭的耶。紫色。好了，去放进去了，拜拜，下个视频见。你回来了。啥到了？爆浆。芒果。尝尝，看看这个怎么样？坐这儿。辛苦了，宝贝。哇塞。怎么样？不错，是可以爆浆的。好吃吗？芒果口味的。嗯，就是很。让姥姥尝一尝。姥姥一个。我给你做那个什么可乐鸡翅。真的？嗯。现在呀。一会儿给我开个箱。好。吃完饭了吧？嗯。你看看，我买了两种红包，你看看哪个？好。真的红包？你打开。你看看不就知道了。你看，直接看看，猥琐袋子。然后我发现最近都是过年，网上这些就是新年的那些红包了哈，什么对联了，特别好看。怎么了？这么惊讶吗？哇塞，妈，我这是什么了？这个是不是就是一拉就可以拉很长的那个，然后往里边塞红包了？是啊。哇塞，你这个连我都知道了。我看我也是，都是看网上那些发的，被种草了。嗯。哇塞，这个也太好看了。知道明天是什么年吗？过年。对。嗯。哇，能拉这么长？妈，过年是吧？你跟我爸往里边塞得满地里的，看我能挣多少钱。我想说让你给我发红包呢。哎呀，我没钱。好吧，大家喜欢这个吗？一会儿这个可以把这个对塞上去弄好，看看这个，看这个红包怎么样，哪个好？哎，咱要不要给了爷爷奶奶，让他们给咱包红包？行。那你给爷爷奶奶包红包吗？
我跟你说了没有，我没钱。哎，小孩就是小气啊。这什么？练功券。练功券。以为这？哇塞！看，哇！哇塞！这些小红包啊，适合就是给小朋友压岁钱。这个呢，适合给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啊、哦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来来来，来，给你钱。谢谢，就代金，就这样练功劲儿。行，咱家谁属老虎的？你们家都是谁属老虎的呀？哇塞，有很多的啊，不光有虎，这俩都挺好的。你知道咱家谁属虎的吗？谁呀、啊？唯一的一个属虎的不在了。我知道了。谁？我姥爷。嗯，姥爷属虎的。你们家都是谁属虎的呀？嗯，我是后边有个万事如意。嗯，还有呢？万事大吉。哇。都后边都有这么吉利，都不一样。幸福美满。哦，我们可以就是看哪个人需要什么，咱们可以给他这样发红包。天意。那你说选一个哪个红包给莹莹呀？他我也不舍得给他呀。哎呀，这个发红包就是给小朋友发的嘛，到时候我妈妈包点红包，咱们给小朋友发红包，好吧？你记得给我发。啊，什么呀，你这可记得的，就是个哎小财迷。这个挺好看的，这个就是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留着，挺好。你要是考得好了，我也可以给你包一个啊，多塞点。关键是你拿成绩给我说话，好吧？祝大家也快期末考试，祝大家就是成绩优异。嗯，对，努力了就好。对，好了，大家喜欢哪一个红包呢？这个。好了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喽，拜拜。反正我是两个都喜欢。